朋友们，似曾相识吗？小青龙又来了，今天来两个小青龙，这是家里唯一的两个。我来开，看有没有肉啊！哇塞，看着肉，太肥了，我来点辣油。朋友们，看有没有食欲？太美味了，再看这个有没有肉啊？都有肉，太肥了，朋友们支持一下啊，给个小心心。